150块。哦，他们可能看你是大陆人，好骗啊。没有啦，物价就是这样，时时浮起浮沉的啦。前两天买我才一把才30块啊。哦，东西贵就不要买，阿忠一个月赚不了多少钱。好，我知道了妈。哎呀，怎么那么多辣椒啊？回锅肉要辣椒多才有味道。这个辣椒很辣的啦。哦，要倒那么多油，油现在也不便宜呀。知道了。写了吗？
你也不接电话。我的电话呢？老是这样子，算什么？